江湖有句话，人间烈火，冥界暗河。这烈火山庄是我和我的兄弟们赤手空拳打下的。银雪究竟是什么人？名震天下的公子雪。歌儿，烈火山庄的主人只能是你。绽放的性情太过冷酷，那你就不配接掌烈火山庄。于思涵，配或不配不是你说了算。这江湖啊，哪有什么正啊邪呀、啊、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手刃仇人是身为人子该做的。这场纷争你们预备如何？血刃仇人力如歌。走啊！哥，嘘，别出声。烈如歌，如果你真的忘了，那我们就重新认识。你以前见过我？百年前，我想与你相守。这次。我只想保你一世平安。我从小就喜欢你，你站着的样子，走路的样子，我究竟喜欢你哪一点呢？连我自己都忘记了。就那么想当新娘子？对呀。那你就当我的新娘子好了。是你说的哟，不可以反悔的，否则我就再也不跟你玩了。嗯，好的，拉钩。凡未曾得到，便不知失去的痛苦。不是我的，便不奢求。于子涵，他最爱的是我。告诉我真相。拔刀吧。你说你把几百年前爱人的记忆封存在我身上，所以你爱的是他，不是我。啊，保证。这世界很酷。